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边大雪刚停，天不冷，我过来看买点鱼食，上我们这边野河过去吃。哎，天黑了。下大雪都对呀，下雪我寻思，这时候下大雪又顾不大好，又顾不大好。哎呦，我那天我听说那个谁。新哥在那个那边钓了个新鲜的那个鲫鱼，新鲫鱼，新鲫鱼啊！哎，这时候不是不上大鱼，那少，我不是说今儿不上，这运气了，运气啊！下午碰见死耗子，本年不守着门。你看这个时候有点什么事好？这时候钓饵一般都是红比较好，你不是我钓，你说不一样的我钓。你看我推荐的。你看你像现在你要说是那个钓手饵的话，对吧？来的快，来的大，天网的不成熟，应该颗粒，这都是颗粒啊。这个季节一般都这种的，比较用，这都是什么呢？这个面食你给我推荐上一盘吧。面食啊，面食你看这个季节都是花枝花柳，你像一般都是花枝花柳和茄子，这两个单开，加小鱼儿，开开都行。这属弄性的吗？这弄性什么弄性和生性，哦，比较好。就是冬季钓鲫鱼比较好点儿的哈，就面食呗哈。面食也算是好点儿。我反正我还有拉丝粉吗？拉丝粉少涨一点，这个拉丝粉含量比较。不是车库的哥用了。我那网友说哈，其实这里面都自带拉丝粉。这个量稍微多点儿，你看现在咱基本上都不多。那这个走为什么还能有？天冷，稍微多涨一点。啊，没问题，不就是想卖料吗？多拿上瓶拉丝粉不是吗？是吧？那小姐，然后大五，大五，大五，这里边儿主要是这个小药，这个小药，前事儿大五，这效果比较好，我也不用我看，就是这个小药都到上，你吃了这么多，十多个多，配合这儿，打上那个三分之一，是吧？行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根据我这个大哥多年的经历啊，经验。冬季这个钓鱼比较好的这个面饵，就是窝料。窝料就是用这个红虫蚯蚓颗粒。红虫蚯蚓颗粒，用它大果也可以钓吧？钓没大，它钓没大，颗粒。用这个大果，夏天开始它钓，但冬天不行。然后它这个，我比较喜欢吃面饵，它给我配了这个。多没有拉丝？多没有拉丝？这都到是吧？你看都到也不小心，你一面还不是经过倒满瓶的，你看拉的。这些网友都是见证，别叫了老板是吧？黑心老板，黑心老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个我去市上两个小时，大哥说了，你去了就是两三小时内，如果上鱼就上，不上鱼赶紧收家伙就走。